嘿，大家最近好吗？我是阿燕，欢迎收看《萝莉猫开盒报告》《萝莉 Cat Inbox Beta》第一集，哈哈。那这次要开盒套件是 HG Reconquista 的古力摩雅，耶！我们来为他掌声鼓励鼓励，啪叽啪叽，耶！古力摩雅，别小看它是杂鱼机，因为就是因为杂鱼，所以才能千变万化。我们看已经看到很多那个网络上的那个魔改造，网络上的魔改造已经突破天际了。不管是改成动力装或是钢弹配置的，应有尽有。重点是这个脸很萌，这个古力摩雅的脸非常的萌，萌到看久了就会一不小心被萌到，哦，要小心，要小心，哦，好萌，好萌，天哪，好萌啊！好，我们再来，那个盒绘也非常的精美，后面有另外一个杂鱼机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古力摩雅，我们就快速的看过，锵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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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有两种武器，有个像鞭子，绿色的鞭子，小刀。还有盾牌，那个绿色的鞭子是粘在，算是这个应该是步枪吧。好萌好萌，古力摩雅的大叔跟女主角。好，那我们来开盒，开盒开盒，锵锵锵锵锵锵，噔噔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漆黑，我们来仔细看一下。那这当然是全新的套件啊，这不可能兼用什么过去的套件，就是总而言之就是全新。当然，现在我们新的 HG 会有的一些镂空啊什么的，这种技术也是一定有的啦。镂空是技术吗？因为这其实算是蛮军事风的套件。但是却有着很萌的脸哦，还有这个肚皮哈喽，哈喽在你背后狠狠的盯着你看。啊，这个像鞭子的东西，据说不是光剑，是光鞭，有附一只左手，好萌的眼睛的内构啊！我们再看说明书，好，后面，好像在扫描什么？哇，说明书彩色的部分。这叫做放大哦，蒙特罗克宁专用机，这个我也买了，光鞭还可以弯曲呢。零件看起来不多，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亲切的套件。哦耶，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要来组这一只很萌的机体啦。反正这次的是开盒报告，我们就期待下一个影片能不能把它组装一下。啊，最近发现阿燕的部落格新的那一个也已经突破了将近30万的总浏览量，那之前比较旧的那一个也即将突破100万的总浏览量。虽然这不是什么惊人数字，但这代表了萝莉猫还有阿燕的粉丝啊，我们就以后就叫做喵粉好了。感谢喵粉，因为一直有你们的支持，我才能够继续做这些有趣的开盒报告。谢谢你们，我们萝莉猫，突然出现的萝莉猫，哦，萝莉猫来啦！这个名为萝莉猫开盒报告，萝莉 Cat Inbox。没有萝莉猫的话，这像话吗？
在影片的最后，我们请萝莉猫来表达一下他的心情啊。萝莉猫已经表达了他的心情，就是打呵欠。萝莉猫可能是想说，怎么又是这种小小盒的杂鱼机？好，无论如何，两个好萌的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就会产生化学变化。在电脑前的各位，是不是也产生了什么神奇的化学变化呢？好，那最后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影片，记得帮忙按个赞，分享一下哦。啾啾咪，拜拜，下次见。